快跟为师说说你这四年来的见闻感受。我上太乙救苦天尊。你年纪轻轻能从中体悟到此，不愧是有仙缘之人呐。为师反而这四年来不停担忧，怕你跟你前几个师兄一般走出这门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当下为师就传你修炼之法的口诀，你细细听。空寂自然随变化，真如本性任为之，洞里乾坤任自由，湖中日月随成就。修行要义在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